力，今天讲压力，对他施加压力，这就是比他。恼是叫做生烦恼啊，不能有这个心，不能有这个行为，叫念佛之人身心安静的。有病恼心的人心不安，为什么呢？天天在想主意，我用什么方法来压力他，压来逼他啊，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他啊，用什么方法我得到名闻利养，用什么方法把他打下去啊，他天天想的这个。啊，所以他的心不静，他的心不安。啊，念佛人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不求世间名闻利养，名闻利养自己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是知名贵也。你真正有德行，你真正做好事，大家知道你，别人宣扬不是我要他宣扬。啊，别人尊敬你不是我要他尊敬。别人供养我并不是想他供养。没这个念头啊。啊，心永远是安静的。啊，佛教我们菩萨所在之处，常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他讨厌我们，我们就避开；他欢喜我们，我们就给他接近。啊，他不愿意接受正法，别讲，在他面前别说法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随喜当中减轻他的恶业。啊，我们自己不受丝毫干扰，能说就说，不能说就不说。啊，佛教导我们对自己要严格，不严格我们会随顺烦恼。啊，决定不能随顺烦恼，要随顺心得。啊，对任何人一定要记住。啊，特别是对我们有误会的，没有理由造谣毁谤啊，障碍陷害，统统要原谅他，决定不能把他放在心上，决定不能常常念叨，啊，一念就变成冤家对头。菩萨怎么会跟人结怨？哪有这种菩萨？跟人结怨是凡夫，说老实话，连天道都没有。啊，你只有能够在人间跟下面三恶道，这是你活动的范围，天道没分，因为天道仁慈，你们有仁慈心啊，天道没分。啊，对于这些人
要有悲悯之心。啊，这些人也是有缘人。啊，所以在他遇到苦难，需要帮忙的时候，那就得伸出援手去帮助他。啊，过去的回报你、陷害你，他不好意思求你，不必等他求，主动去帮助他。啊，帮助他也不必让他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哦，你就是他过去伤害的人，哎，他来帮助你，你成菩萨成佛了吗？如果你没有成菩萨成佛，你会报复他。啊，菩萨佛完全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哪有什么分别呢？啊，知道是一体，这个分别执着的心就没有了。所以帮助他脱苦，是名无病恼心。